天苍苍说野茫茫，巨湖洲里全是牛羊。采访一下各位，去年在巨湖洲里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呀？哎呦，哪儿啊？肯定是天人城啊，里面都是人才，说话个顶个的好听。我不赞同啊，那你给说说。我觉得是废窑。为什么呀？每次队友暴毙都得去那儿拿钱，不是？啊，对。结果是什么？去的多，出来的少，总有些个老六喜欢蹲在这儿抓独狼。嚯啊，你们这团建来了是吗？不过要我说，这个话题最有发言权的还得是咱胡桃玩家。怎么个事儿啊？因为人家呢，没有死的最多的地方，只有死掉的每一个地方。从巨窟洲到火罗国，你们这些人在迫害胡桃这条路上就压根儿没有停下过脚步。嗯，是，也可能是实在太惨了。策划之神也是赐予了咱们胡桃这个大招啊，假阵开两次换位置的加强，也是史上唯一一个因为毒打挨多喜提加强的角色。嗯，还是策划好。要我说还不够，咱得把五天的夺刀逆位的阴极之眼给加到胡桃的 FV 里面去。嗯，怎么说？你看啊 ，F 过去拆个火，把这边刀夺了，大招开个假阵，哎，还有头上那么大一颗眼睛盯着你。你还敢来吗？不是像话吗？你这样也能提升一下某个不存在的英雄出场率呀？谁呀？那不搁那挂着呢吗？哪儿呢？这不迦南吗？这是？我寻思永劫也没这号人物呀。嗨，那不是没人玩吗？你继续。在过去一年里，我们迎来了四位新英雄。哎呦，真不少。三月份有个马匪喊着猛虎硬那什么玩意儿就出场了。来，你等会儿，这大过年咱一合家欢节目，你讲的话能听吗你？不是猛虎硬巴山的，你听哪儿去了啊？这是我听错了吗？你要问你问观众去啊。去你的！当时大家都以为单挑横行巨湖州数年的火男终于迎来了一v一的正面对手。哎，这不错哎，不知道谁压着谁吧，打起团来你们互相牵制一下总行吧。呵，这俩人用一个脑子了，这是。结果这英雄出来之后，制没制裁到火男我不知道，但是咱胡桃玩家的体验可一定不怎么样。怎么了又？因为玩胡为的和玩火男的是同一批人呐。你看吧，我就说，在他们眼里，那巨湖州的胡桃就跟韭菜一样，一嘎一大茬，确实惨呐。五月份终于找到了我丢失已久的嫂嫂了。是吧哥哥们，主打一个坦率，毕竟也不是每个人刚见面都对你这么掏心掏肺的，是吧？这孩子会说话，哥哥挺喜欢。再把嫂嫂开个内脏，我揍你啊。这一次被迫害的不只是胡桃了，得加上火男自己，打不过根本打不过，跑得快手还长，我们季硬真是太有操作了。喜提狗妹称号，而狗妹最擅长的应该就是牵制对方的火男了。你得说说。你看啊，如果此时家里有个大佛，这是狗妹打人，这是大佛拿人，这是大佛把人塞地里去，连起来是什么呀？不知道。狗妹那塞呀，你看这不狗妹吗？这不拿吗？这不塞吗？连起来不是狗妹那塞吗？一点都不幽默啊！你是，呵，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幽默，咱地球平均温度得下降20度，你信不信呢？啊，冷不冷啊？这笑话。七月份，这个玉祖不是这个玉玲珑上线，哎，这我也喜欢。实话说，他是多少人现在的亲定老婆？嗯，比如我，烧是真的烧，会不会说话呀？有你这么说你大嫂的吗？不是，你什么时候成我哥了？啊，刚刚啊！你信不信我揍你啊？不信。乾坤易位，阴阳挪移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这活呢也是咱们捏脸区 UP 整整玲珑一笑大牙笑掉，就这个藏狐脸啊，你们有没有问过小亮老师的意见啊？你说这不回顾不知道，一回顾才发现，在七月份你就出了三个新英雄，让不让其他游戏活了啊？这么卷，接宝说了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，我还有十一月份新英雄哈迪。好了，这家胡桃不只要承受地面攻势了，还有来自天上的哈姓男子。孩子，这并不好笑，下去吧你。来采访一下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愿意放过胡桃啊？因为他没解控还没控制啊，我在天上好欺负他。那你呢？啊，他跑不过我。那你呢？啊，刚刚玩火男那个啊，就是我。一眨眼，这也是我们陪伴杰宝度过的第三个年份了。不得不说，杰宝的每次更新都能让人眼前一亮，也算是贯彻了一个主旨，没有变化的游戏终。